说啊，有可能你都不知道这个改革开放的中国那个时候是什么样子哈。那薇薇的小时候呢，还经历到那么一点点小尾巴，但是也不是特别深刻。那我们一起来看看那个时候旧社会哈，大家是什么样子的。那 you can see two pictures，你看到两幅图在这对比哈。Now this is where we live now，这是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居住的地方，对吗？You can see the very tall buildings，right？Now, in the past，但在过去呢，大多数人住的是这个地方，哎，我们管它叫做 courtyard，叫做四合院儿哈。So we can say we live in an apartment now. We live in an apartment. 现在大家都住在 apartment 公寓里面，对不对？什么一居室、两居室、三居室的，对吧？We live in an apartment now, but in the past，但在过去，people lived in the courtyard。People lived in the courtyard，但人们在旧社会是住在四合院里的。那你注意了，这里面你找没找到有实际意义的动词？当然找到了，就是谁呀？Live 是吗？所以这有实际意义的动词，就说明这个动作发生在过去，对吗？那么这个动作就得变什么？变一般过去时，是不是？变一般过去式。那 live 的一般过去式就是 lived，清楚了吗？好，那我们来看第二幅图片对比。哇，you see the Forbidden City，这是故宫，对不对？故宫。那 you can see 啊，in the past people rode bikes，大家基本上都是骑车。But now we drive the cars，right？现在人们都开车。So we drive cars to work now. 我们现在上班就开车。But in the past, people rode a bike to work. What is ride? What is rode here means? Yes, drive a car. 我们开车去。We rode a bike. Rode 为什么要变 rode 呢？因为 in the past 这是发生在过去的，动词要变成一般过去式，对吗？Ride, rode 很容易理解哈。好看这个呢。啊，那会儿拍照片必须得是这种姿势，而且呢，只能穿什么蓝色、绿色、灰色这样的衣服哈。但现在人们拍照片呢，就很漂亮了，随意拍，是不是？So we can say we wear colorful clothes now. We wear colorful clothes now. 我们穿的衣服呢，都是五颜六色的，有个人的喜好，有个人的特点哈。But in the past, people wore uniforms. 但在那个年代，人们也没有那么高的这个物质要求，或者是没有那么多的经济基础哈，人们只能穿 uniforms，就是一起整体发的，家家都穿这衣服，军装哈。大了改小了，小了呢，然后就改到更小，反正呢就老是穿这一身儿。OK，the uniform。那 wear were 看出来吗？动词又变化了，是不是？动词又变化了。好，那再看看这儿。Oh, you can see the vegetables, right? Now.The people nowadays we can eat different vegetables in winter. 在冬天我们想吃什么有什么，对吗？基本上没有什么季节之分了。But in the past, people kept a lot of cabbages in winter. 但是在过去哈，旧中国呢，大家就需要冬储大白菜，因为冬天只有白菜可以放得住，其他绿色叶子的蔬菜都没有的，因为季节不到，所以没有办法种出来。OK。但现在呢是完全 different 了，all right？所以我们看到 eat, ate, keep, kept，OK, keep, kept。好，那看到这儿了，我们还是挺惊讶的，对吗？觉得过去的时候好像人们跟现在特别不一样，当然了，就是特别特别的不一样哈。那我们来看看一般过去式的第二个构成，也就是发生在过去的动作。来，people live in the courtyard 里面有一个动作是谁呀？Live 住，对吗？那肯定句的结构出来了，主语加动词的过去式，再加其他。那这个过去式 live 变 lived 就只加了一个字母 d，对不对？好，那变否定呢？人们过去不住在 courtyard 里面，那在哪儿加？哎，你不能，它只有动词没有 be 动词，你不可能把 not 加在什么 people not lived 或者 people lived not，这时候需要借助助动词了。助动词是谁啊？是 do 对吗？那 do 要变成过去式就得变成 did， 没错。那你看到变否定就是 didn't。那 did 已经变过去式了，后面的 live 还用再变过去式吗？不用了。所以 Vivian 总说 did 这个助动词它已经代替了，做了替罪羔羊，
所以后面的 leave 呢就不需要变了，对吧？那结构也出来了，主语加 didn't 加动词原形，这个要特别记住，主语加 did not 加动词原形哦，一定要记住，因为 did 已经替它变过了。好，一般疑问句就是把谁呀、啊，把助动词 did 往前提，did somebody do something？Did somebody do something？所以它是个 yes no question，一般疑问句，那就怎么打？要么 yes，要么 no，没错。你看，yes 主语加 did，no 主语加 didn't。所以你发现，这个一般过去时这两套下来呢，实际上跟一般现在时是非常贴近的，都有表示状态的，也有表示动作的，对吗？表示状态的就用 be 动词，表示动作的就用各种各样的动词哈。但我觉得它唯一比一般现在时麻烦的是什么呢？就这动词变过去式实在是挺烦人的哈，实在是挺烦人的。来，它的含义，发生在过去确切时间的动作，并且已经结束了，也就是过去发生的动作就是了。好，那说到这个了哈，刚刚 Vivian 也说我一个烦心的事儿了，那就是，就这个东西，动词变过去式真的很烦啊，好像没有那么规矩。对了，没有那么规矩。那我们接下来就要一起来看看哈，动词的变化。那动词到底有多少种变化规则呢？看例子，worked，那也就是第一种情况，大多数情况直接在动词的词尾加。ed 没错，直接在词尾加 ed 哈，一般动词直接加 ed，这个是很简单的。来，第二个，leave 刚说了，人家用加 ed 嘛，不用，人本身有 e 了，所以只加一个 d 就可以了。leave 的这个呢，moved，看到了吧？所以只加一个 d 就 o 了。那我们叫做第二种情况，以 e 结尾的动词呢，我们去 e 加 ed 哈，也可以叫。只加一个 d，那 Vivian 喜欢说只加 d，所以我把它归结成只加只加，还记得吧？只加一个 d。接下来，stop，看它是什么结构，重音首先在后面，stop 在这儿呢，对吗？重读闭音节，那而且还是什么结构？辅音加元音加辅音的结构。遇到这种单词，双写尾字母加 ed。双写尾字母加 ed 哈，我们来看一下还有谁呀、啊、？dropped 这些都是共通的，都是相通的。OK，dropped，所以第三种叫做一个重读闭音节动词，双写辅尾字母再加 ed，辅元辅结构，双写尾字母加 ed。好，第四种来 study，刚遇到过了，怎么变的？Change y into i plus ed。对了，变 y 为 i 加 ed，studied。这个呢，carried 两个是形式一样的，所以呢，这还有章可循哈。以辅音字母加 y 变 y 为 i 加 ed。有同学说，Vivian 到现在完了吗？且呢？且没完呢？你看一二三四，起码这四种变化还跟谁有关系啊？还跟 ed 沾边呢。起码这些单词里面你还能看见 ed 的影子，但是接下来这些动词呢，找不着 ed 的影子了哈。来往下看，比如说第一个 sleep，它的过去式是 slept，make，made，say，said，spent，spent，buy，bought，stand，stood，drive，drove，tell，told。你看，我们给它统一起了个名字，叫做。不规则变化，这个是最可怕的一个词了，因为太多了，也就是除了上面四种，剩下的动词全是不规则变化。那有同学着急了啊，微变怎么办呢？那我们是不是得背？当然了，这个咱们特别早就开始背了，是不是？如果你是一直跟着微变上来的，从乐二的时候，微变就已经开始要求大家来背了。那不规则变化表其实啊并不难。虽然它变成了过去式都不规则，但是起码还有点关系。比如说，你看 spend 变成 spent，最后一个字母变成 t，对不对？跟它一样的还有 land 变的是 lent，所以这两种完全就可以记成一种情况，对不对？关键是在于多读和多用，自然而然你就记住了。那么 Vivian 呢，之前给大家一个录过一个音频哈，
那大家也可以去喜马拉雅下载。喜马拉雅是一个 APP，OK，安卓或者苹果都可以找得到 APP，就搜索喜马拉雅，就那四个字哈，喜马拉雅。搜索下来以后呢，你要搜索 Vivian，也就是 Vivian，VIVIAN 下划线，王鑫的汉语拼音，你就能搜到我了。头像就是 Vivian，一下子你就能认出来。然后在那里面呢，Vivian 专门给大家录制了动词变形大表的音频，专门录制了哟，而且呢是那种朗朗上口、有节奏感的，而且上面还有搭配着这个文稿，所以呢，你可以让妈妈把这个文稿下载下来，然后呢，你再听这个音频，每天听、每天听、每天听，很快就记住了，真的，你要相信 Vivian 哈。好，说完了这件事儿呢，那确实我们得有责任，也有义务好好的背背。那根据这个口诀呢，直去双改兔，每个就对应出来了。直就是直接加 ed，去 ed 加 ed，双写加 ed，改外变 i 加 ed，特就是特殊记，你记住了吗？这个确实有点复杂，但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就不复杂了。比如说时间标志词，那么一般过去时的时间标志词是不是也得分系列呀？肯定分系列，因为就那几种。首先，一般过去时有哪些标志词？你觉得什么？Yesterday 没错，last week，last 的系列对不对？还有什么？还有 in the past，太好了，就这些哈。Yesterday，那 last 的系列，还有 in the past 的这些，还有 ago 之类的哈。好，那说到这儿了，Vivian 就不得不考考你了。虽然你还没有下载喜马拉雅，虽然你还没有开始听动词的变形大表，但是平时我们运用的也挺多的，你应该至少有那么一点点记忆吧。来，我们一起看看，Let's try，我们马上就要来试一下什么呢？对，试一下你能说出多少个动词以及它的过去式。